历经故事由东瀛三河油脂有限公司独家荣誉支持。石井花，山东名牌，零化学助剂，零添加剂，营养成分零破坏，三河为人民健康加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三河油脂独家荣誉支持的历经故事，我是林楠。鲁星彩印是我县及周边地市最大的印刷企业了，公司的产品呢也是远销省内外，这些成就啊与企业员工的辛勤付出和团队协作是分不开的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鲁星彩印，听听业务经理徐延荣和机长齐耀远的故事。徐延荣是鲁星彩印的业务经理，毕业于音乐学院的他，尽管平时工作繁忙，但是依然热爱音乐，热爱生活。喂，你好，那个高经理啊，那个窗外已经这设计好了，都下载到手机上了。那个我这等会儿过去，你去看看这确定好的图，在这拍生产拍生产。哎，行，哎，好嘞，好，我这马上过去哈。好，再见。我叫徐延荣，今年30岁。毕业于山东泰安艺术学校，毕了业之后呢，也从事了不少工作，也干个保险公司的营销员，也自己办个幼儿园，从那个2011年的时候来到鲁星彩印，在鲁星彩印之后一直做业务，从来到公司之后，干了这4-5年的时间吧，感觉从公司里成长了不少，锻炼了不少。我从这里主要是负责我们公司的业务，每天就是出去，一开始的时候是陌生拜访推销，把我们公司的情况来推销了几客户。前期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是有困难，因为这个印刷行业干这个印刷的也不少，因为他们前期也都有合作的厂子，通过慢慢的一步步的熟悉，合作了之后，现在的客户是越来越多，老客户也就要介绍新客户。这感觉是自己的客户，其实就跟自己培养自己家孩子一样，不放心。感觉其实他们都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到位。你像印刷吧，印刷的时候出版的人，他都这个设计的图吧，到了出版的这一个环节，他们就在检查出了问题，他们这边及时发现，及时更改。然后处理完之后，印刷的时候，印刷老师看到有啥问题，也是及时更改。这一系列，到时候我也是感觉不放心，有时候上厂里去看看。客户把关，我感觉我就是客户的眼睛。现在咱这个经营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，再说咱现在的质量很好，客户都非常认可，都非常满意。我们公司，不单是这个业务方面，很好，而且是对这个员工待遇方面，也是都很好，同事之间也都互相帮助，都团结的非常好。公司规模一步步的也在扩大。从2013年，我们公司有引进的具有那个世界先进水平的43海德堡印刷机，一系列的全自动设备。现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印刷水平是居这个周边地市同行业之首。比较愉快的时候就是出去，然后他们就介绍客户的时候，接到陌生电话的时候，然后就说：“喂，你好，徐经理吗？谁谁谁给我介绍了你？”这样的时候也是。非常开心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给客户送的这个产品器的包装箱器的时候，客户一看非常满意的时候，这也是我最欣慰的时候。海成白，人生好白，只不过是从见客户的时候，一般来回这个路上，有时候回来很晚，有时候8-9点晚上的时候，我也长路回来，去的时候一般都长路去。这个音乐我也不想放弃，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工作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也可以唱唱，太解太解。有时有一般有啥活动的时候，我还是想积极的参与。一般平常的一些比赛，我有机会参加的，我一般都参加。我是23号选手徐延荣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《前门情思大碗茶》。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，高高
好的前门。在这个丽丽好声音也参加了，还上一次的时候也是有个青年歌手大赛也参加了。啊。嗯，还有以前的时候很久的时候有个刘宝珠农民主持人大赛，啊，那个也参加了，北京春晚也上了。经常公司写一首《鲁迅之歌》，自己自编自唱的一个。你的脚步沉稳又坚实，微笑背后是点点泪花。你从平凡走向卓越，你从艰难走向辉煌。啊，鲁迅的人气息血里。啊，鲁迅的人平凡美丽，团结进取追求卓越，是三角洲上一颗璀璨的星。凤凰城中有你的身影，回报社会你无私奉献。你像东方升起的太阳，照亮了别人绽放光芒。啊，鲁迅的人气息血里，啊，鲁迅的人平凡美丽，团结进取追求卓越，是三角洲上一颗璀璨的星。齐耀远是鲁迅彩印的老员工了，从2011年来到了这里，已经在厂里啊待了5年了。这5年来，他对待工作扎实奋进，兢兢业业。他说他最骄傲的事情啊，就是5年来没有过一次迟到和失误。我叫齐耀远，家住丽津街道后北街村，今年38岁。1996年毕业以后干厨师，那时候自己家里开个饭店，开了5年多。有时候同着孩子学习了上学了，对这方面不行了，自己做生意，然后就出来找活，干活铺开半天，上这厂里来工作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学，学机器调教，有很多老员工和技术员，就咱这个培训，通过这些方咱自己也增加一些经验，越来越好了，现在是机长。早上7点上班，上班以后工作比较繁忙，也挺充实的。一来到吧，先开机，开机以后，干活的，领一般都是一台机器几个人操作，我就和他指挥，谁上纸，谁过胶，什么时间开始启动，我就在那指挥操作调机器，只要调好的运转的好的，我就可以再到别的工序上再去指导，还是基本上天天这流程，因为咱产品就是每天太多需要的嘛，每天做都是基本差不多的流程。技术要求一般在毫米以内，因为它这个印刷有些东西你它需要重合，你错一点偏一点也不行。目前的时候也是成型了，你只要一下去刀下下来坏的就是坏了，所以是非常紧张。我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5年多了没迟到一次，也没失误一次，这是我最骄傲的。同事们都说是非常敬业，说是工作狂。这个厂10好几年了哈，从我这5年多以来吧，我感觉到有翻天覆地变化。因为以前从人工操作做改成半自动，现在全部换成全自动。从2013年，我们厂进引进的这个世界领先水平的海德堡印刷机，这是最好的。厂子规模比以前扩大了10倍吧。厂里现在是40多个员工，和我搞的关系都非常好，非常幸福，和谐，就像一个大家庭。把厂子做就和谐在自己家里生活一样。说到福利方面，我感觉我们厂可以说是最好的。
做这种的生活条件吧，在这有餐厅，吃饭吧，一菜一汤最少是，反正免费的很好。从这厂里吧都有各个宿舍，冬天暖气，夏天也有风扇空调，这都挺好的。工资也很好，工资在我们村来说，出来打工的都没有干活我高的。我对孩子学习方面要求挺严，我管的还挺严。他就是他也不笨，他就是很挺贪玩的。就在中游水平，我管他嘛，他也挺好，就是考试点分一般好，不是装逼型。我对孩子的期望是，最好是好好学习，越来越好吧。我努力方向是好好工作，这是第一。我打算在近几年对这个厂里，还有一些机器生产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，让这厂效益更好一点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在这些优秀员工的模范作用下，我们也希望鲁兴彩印的明天会更加美好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由三和油脂独家荣誉支持的励精故事，下期节目同一时间，岭南与您不见不散。